許志安十二號55歲生日，佢就喺社交網站分享切蛋糕嘅短片。雖然佢未有喺片入邊露面，但仍有掃出無名指，戴住金色戒指嘅左手去切聖經造型嘅蛋糕。除咗佢之外，老婆鄭秀文亦都有喺片中出現，非常搞笑。哇！好國際啊！好有皮嗰个质感啊！呢、這个另外，许志安今早亦都有贴出一张录音室嘅相，引嚟好友苏永康留言大赞。